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白友帕西啊。那其实过了一个年之后呢，你们害导播来不及切啊。其实过完一个年之后呢，其实最近新的游戏真的蛮多的。嗯。哦，就是不管是你直接拿便当进来，你要照我嘛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会来玩，主要是两款游戏啊。不过因为因为技术上的问题，所以要稍微等一下了哈。那继续一下刚才的话题好了，就是也不能说继续啊，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想要练习变更强的玩家，其实我刚刚在因为其实我们看直播是有一点点延迟的，后来有一些问题啊，齁，那有人问到就是说像那个全网的途径技，比如说像四六 P， 他要是他的那个拳脚过短啊，他没有办法挡住之后，比如说他那个 COP 挡住应该是负四吧？负四。对啊，如果他没有办法按他，那他要怎么办？如果你，只能继续给他按。不是这个问题，他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回答，选择有点多。比如他要看距离吗？比如说他是很贴近的情况。如果他的问题是，如果觉得四六。为什么四六 P 就是挡住之后太远，即使复四也不能打他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为什么你会站在让他打到你是前端的距离？好，没问题。那这个就真的有点哈扣了，真的。所以说，变成说这不被变成说你要调整在一个被他不会被他四六 P。如果你真的到了那个距离，你觉得就是刚好他属于拳王四六 P 磨到你是间断距离，那你可以还有其他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原地跳啊。都是一些可以解套的方法。那基本上我的最好的方法是，你是站到他四六 P 会挥空，或者是你要么就远一点让他挥空，要么就近一点确反他这个距离。你不应该是站在让他挡到你挡到尖端的时候，尖端是你什么事都不能做的那个距离。对。那真的在尖端挡到就是挡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挡。对，就是真的尖端挡到。这个问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是你被那个 Kami 接，不是那个 Mika 或者是 Lara 接近到被他指令头，哦，反的，他们靠我近就摔我，他、啊、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你就被他接近就是要拆你啊，就是有没办法你在那个距离就要被他四六 P， 你就不能在那个距离啊，就是道理其实是相通的，你就不要被老上接近嘛，啊，你也就是不要，那拳王是不想被你接近，他想要你在那个距离让他磨鞋，哦。不然拳王，你跟他贴那么近，拳王能干嘛？他好像也不能干嘛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其实拳王的防守的手段其实没有说很，因为他就只有一个三步拳而已啊，他什么也不能干嘛、啊他在最里面的时候，接近接近的时候，对他来说，他也是只能选择打、啊。所以很黏着的情况下，其实拳王也没有说特别好、哦。你问他完全王、啊、就按啊，就是按，就两个人就按来按去啊。就按你是拳王，你希望要在很黏着的地方跟他打，还是希望我可以四六 P 尖端的地方跟他打？哦，那一定是四六 P 啊，道理一样。你干嘛在那边让他四六 P？ 甚至是可能再拉远一点，我可以去他妈中下段折你那个刚刚好可以折到的地方，就类似这样。这游戏好酷哦，这个。这个啊，这边顺便跟大家告知一下，这个有点长得像 XYZ 耶，超硬的那个。啊，这边顺便跟大家告知一下，因为我们麦卡贝过了一个年之后呢，其实有很多的，应该说慢慢的开始有新的节目要在一到五，因为我们原本一到五就固定一两个节目在播了嘛。那过完年的之后呢，麦卡贝有新的企划，就是礼拜二我们刚刚有看到广告，就是刚刚你们在外面刚好没看到，就是六探有拜一个新的广告，是讲礼拜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有一个 Game 爆你的夜，哎、欸，那跟希儿的，对，跟小希儿。那这个礼拜二，也就是前三天呐、啊，我才刚播出第一集这样子。那第一集的时候呢，哎、欸，很巧的就是呢，他们挑了一款格斗游戏来玩这样子，那就作为他们竞赛项目。那我看到的时候，当下就跟哈鲁说，我们今天也要玩这个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啦。我今天就来玩这个非常恶搞的游戏啊！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……我觉得应该是真人快打，然后还有路文那种概念吧。有这个差不多，以这个这个进场画面，这个应该是 Steam 平台嘛，对不对？ Steam 平台这个也可以拿上 Steam 卖啊。大概如果30块的话，我就买了。Free 啊 ，Free 买了就买了。这一款游戏叫做 Brief Karate Foolish。啊，富里空手道卡拉特，Brief 卡拉特富里奇好像是笨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空手道什么笨蛋啊？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款我没有看到，也是一款非常恶搞的格斗游戏啊。那我们可以来进一下游戏画面。我卡拉特是空手道啊，对，卡拉特是空手道。好，谁要跟我玩？还是叶子？金龙刚不是觉得不错吗？你要先吃便当。卡拉特富里奇，哦，比较，所以你跟叶子先打的，我先跟叶子玩玩看。
我比较想要他，等一下那手上马赛克那种东西，就是你知道很多东西，你只要打上马赛克都很棒。哎呀，这跟我有点像。刚三个长得好像胖狗，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是忍者龟啊。这角色到底是？就只有这只好像比较认真，其他的你说那个蒙面侠苏洛吗？我比较好奇这是什么，我比较好奇这是什么密码可以打的。对，我也是这样。隐藏人物，什么隐藏人物？对，像这种乱恶搞的，一定会有什么隐藏，没有隐藏色色的，色色的，是叉吗？上面的 Y 是那个 Versus 吧？对。然后 Y， 然后旁边的 A 跟 B 都是攻击。A 跟 B 都攻击。叉叉，如果你转加叉叉，你有气的话就放绝杀。我觉得人的脸都很讨厌，很不好意思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谁选 X Y D D Y 啊？ X Y D D Y 是哪一个？就这个，就这个啊，长得很像，长得很像。这个吗？对啊，左边那个啊。哦，左边那个，这是叶子选的啊。Nico Mimi， Nico， 猫耳，可是阿宅。行哥，猫耳朵。我要那个拿猥亵物的。好的。Kuranado。这为什么他们这些人都不穿衣服啊？对啊，有一个有穿啊。我好多 K 呢。他这个单呢、欸，飞不出去哎、欸。对啊，好短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这有滚哎、欸。娘，娘屁娘！哎、欸，不是，下面那个蜡烛是干嘛的？应该是气吧？为什么？喂，糟糕了，瓦尔西亚啊！那什么？这个猫好北蓝哦。哇啊！你不是手上拿马赛克的东西拿出来用吗？对啊，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他应该要用 UC 才会有。哦，霸王小火拳啊、欸、真的是气条哎。哦，这超强！可以踢出这么多气条哦！哦，炸弹！干脆不踢哦！哈哈哈哈哈！糟糕，我觉得有点痛苦哎、欸，看得有点不舒服，因为真的很丑。保熊 OK， 你们怎么会转绝招啊？他有那个就一样前转正转啊！哦，你怎么知道是前转正转？不是随便转的，不是反转，对啊。哦，那个天空穿空腿是不是？对，穿空腿，对，那个是升龙啊，穿空腿，罗恩特要滚的，是啊 ，PVP 啊，这个滚的比较合理啦，罗恩特滚的时候就跟球一样，你脚一定要露在外面嘛，就是一个乱转流，哇，哇，一个极地判定，他那个气爆表已经快加到别人那边去了，现在是怎样？其实我觉得会不会他们下半身是不是？有啦，走不出来哎！乱舞乱舞，而且我还是看不懂他下面那个气条怎么加的，有时候打一打，他突然满出来哎，打到人才会加吧？哦，还可以加到存到一耶！啊，还敬畏敬畏，对，还可以敬畏，还可以敬畏，可以往轻松对空啊！我吞，敢往下断哎！这伤害有点低啊，这游戏的伤害。啊，对，要打好久、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他不知道射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哇，他拿那个什么溜溜球啊？还是爪子？他丢老鼠出来了。然后网红瞄远哦。OK 的。包。哎，他放地耶！放地耶！放塞啊！不是有个大招可以那个吗？放很多地耶，对，一次放十几十颗。我不想知道这个指令头的角色，我要选指令头的。又要选指令头的，这种指令头应该很猥亵吧？我觉得。哦，真的是穿空腿，对，是 UC Two， 对，还可以连按的哦，这拿来对空用的吧？来来来，哇，一堆一堆哦，好废哦那一招，不会啊。太短了，这气功。香松香脚好长，脚很长。我操，超无敌的，超长的。Fuck the punch。嗯，哎，我。三 G。哦，头加 tap。对，赶快切回来。哎，发生什么事？三 G。然后有东西跳出来了。换下台。等一下啊。正在调那个解析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EVO 就比这个了 ，EVO 就比这个，那为什么会在下载《战舰世界》啊？哦，它是《战舰》自动，自动更新是不是？你把它按暂停。你知道我看完这游戏我有什么感想吗？哎，我想说，不知道有没有就是高手，就是电脑软体的高手，
就是能够去改一下，是不是？不是改一下，就是也是做这种东西，因为这个一定是人去做每个动作去配置，然后装上去嘛。可不可以做一个那个台湾的快打？我想看一下小做小象打 RB 啊，做打的、啊，我一定玩的超好玩的。好像还不错、喔，是不是？当我们终极目标啊！对啊，就看看、欸、很屌哎、欸，做的很屌、欸，可以做很多人。你的对啊，我一定是做帅的，做丑的不玩。你就是一只鸡啊！你闭嘴啊！你就是打歌服啊！你就转二三六 P 的时候就打歌服，穿着鸡然后冲过去这样子。对啊，就多好、啊。你就可以用去看 Attack 呢。你要打，你可以还可以玩多了。我要看妖怪坏了，必杀妖怪坏掉。放个招在那边，摇摆没有啊？要接招，一下去公馆人就跑出来，公馆人就冲过来打你。该不会又卡住了吧？帮我看一下，没有画面。嗯。Chicken Hotel。好像有点，基本上都没画面，行吗？把其他关掉。我觉得玩这个，可是我觉得叫我觉得做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最大的难度是，就是不是可能做这个游戏要拍照嘛？因为要拍照或者做才可以做那个动作。哎、啊欸，哈鲁这边，我叫小象两个，要叫小象只穿一条内裤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就是叫小象只穿一条内裤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他绝对不可能，好不好？用后置的、啊。这个很帅耶，死亡笔记本哎！死亡笔记本，那用忍者龟的 GTA 啊？死亡笔记本吗？死亡笔记本。对。干嘛？这个姿势猥亵。哦。你不要硬看着我。没有。等一下，没有等一下了，你去死吧你！不能挡哦，不能挡哦。哎，那是不是打你啊？我就跟你说，我会很强。废的感觉，做。哦，整一头，我不知道在干嘛，他在吃他吗？哦！搞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好烂哦！这角色搞笑。观众说你还跟他蛮像的啊。那三个攻击，然后正转、反转都有招。然后按。哦。按什么 ？X， 如果你正常按的 X， 就是可以化气化大绝。X 是大绝的，那个是当真你那个应该是当真机。哦，摇半拳，摇半拳。哦，可以。没关系，我们隐藏。空中飞剑，看你在金卡吧，你都超绝招。踢死你 ！Air combo，Air combo， 怎么跳不起来？哎，哈梅啊！你死定了！哎，这哈梅了。你有投降、哦？没有，我有解。驾照，升龙拳。驾照，你有 CA 驾照？不是，等一下，要半拳八亿的。哦。打都痒痒的啊，笑死。踢死你。不能被哈妹。哈妹，那个不是当身吗？你有个废的，那不是当身吗？没有，我叫你用架招的啦。啊，怎么架啊？你知道？绝招怎么用啊？我以为是，结果没架成。哦，这书本也太烂了吧！超哈雷的，改跑，吃屁股啦！屁攻击，吃屁股。Air combo。你要学我克他，打招来啦！好痛，好痛！他一个人做一个绝招吗？不对吧？应该不止啊，不止。反转跟基本上正反转应该都有。我要反转，反转正转，反转，反转。下按。反转，反转，我反转。哦，我反转干嘛？等一下，我没气了，先让我休息一下。干嘛？阿弥陀佛！啊！好烦哦！空中连击真是太瞎了。可是他一直这样弄，很烦啊！哎，你什么？万一我吐，挡！我要摔！哦，不要过来！打 EV 哦！我太认真了吧！戳死你！跑不我跟你讲，我很强啊！就算你做东西，我也要赢。我跟你讲，没问题。气好难集哦。石头腿啊！太强了吧！
防御姿势有够危险。那是后后，为什么你可以斩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A B 滚 ，A B 滚，这有 A B 滚，然后 dash 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戳死，戳死，戳死，角落可以戳八下。踢死。哦，不，这两个人完全没打算用招式哎，你们是想踢死吗？对，没错，好爽啊！我有事，你们两个就戳戳戳。哦，我的脚好烦啊！这都挡到我加三。去死吧，你们干！戳不了你啊！这个胖子戳的比较痛哎。我戳，我戳，我戳。戳来戳去 ，recover， 吃我的屁股，好爽、啊！我绝招用不出来了、啊，绝招用不出来了呀！等一下用绝招、啊，这个干嘛？他的是不是都下下的啊？下下我是真的。哎，你是玩 X 吗？哎，架招啊！你刚不出架招啊？我刚刚架被打掉啦！啊，去死吧你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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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发现他们的对帅那个定义开始下滑，这个叫很帅，哇，这很帅。按那啊，按是哪一个 ？Y Y Y， 我是右边的，有点忍者忍者，选我选忍者忍者，看起来厉害。忍者，你不觉得戴帽子长得像胖狗吗？等一下，我每一个人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总共几个牛啊？这什么？你上哎吹剑的，下都是忍者。哎呀，我千夫之杀他了，先别打我，先别打我。我也没了解啊，去死吧！你想千步？你用判定不判？红色那个是判定，空气判定啊，很强哎、欸！这个推荐推荐推荐，你喜欢飞到有没有？跟他没气条啊！他 X 要干嘛用的？就跑哦 ，X 要用回避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先吹，这个最近身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哦，那个一吹一吹。欸、你气很多，你用一下绝招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用一下，两边都用一下绝招好不好？好多，正转反转啊！我升龙拳呢，就杀了。给我一下，按你按按哪一个？按那个 X 大招用的。铁山靠！哦，我铁山靠！哦，升龙拳！哦，你逆。好了，你去切腹去吃。你有够烂的！刚玩呢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用。刚升龙拳怎么用，我也用不出来。那我先让试一下怎么招嘛。铁山靠，这个好自信。你不要切腹了，拿那个布到底。你一直切腹干嘛、啊？等一下，走开！我看这是什么？走开！在看招式。我也在看招式啊。我刚升龙拳怎么用出来？这傻小子。哦，靠药。你可以的，音效也很恶搞的。哦，切腹，你只能接切腹，超烂的，直接切腹，吹剑，吃死！你不要打一打就突然切腹啊！铁三杠，我还没切吧，超烂的，我还没切吧，那铁三杠，我怎么用不出来？哎呦，不要乱按啦！按的啊。哎、欸，那切腹说不定是对抗用的啊！哎、欸，还可以这样丢你配套哦！哎、欸，那切腹好强哦！多切一点，多切一点！切腹动作有够低能的啊！只有一招大绝哦，应该不正转或反转啊！好，给你打一下正转。哦，升龙哦，知道了，赶快把他戳死啊！对啊，好烦哦！哇！下哇连冠了 ！Air combo， 什么搓搓的魔戏啊？逃跑！逃跑！这根本方好不好？这根本方！
下不来，下不来。小乔快死掉啦！我好强哦，天哪！让阿 B 跟叶子玩玩看。好、oh, oh.。你那个脸我欠打的那个、啊。你坐我这里。这切风真的超白痴，他可以对空哎、欸。阿 B 看到阿 B 要稍微转，稍微过来我这边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可以了。有哪个角度还没用到呢？好、啊，这个还没用到。你要选择这个。这个好了。啊，按错。啊、按错，马赛克那个还没用到吧？马赛克刚刚 Ruby 有选啊，我有选啊，好烂、啊，好烂，他的猥亵物都没拿出来。那我就选这个蒙面侠，这个没有选过吧？蒙面侠苏洛，还没，还没。B Zero， B Zero 就是一个、啊，这笑这么灿烂，还不选你？他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干嘛？入定了！哦，哦来来，做什么？做先做个运动啊！什么体操？体操选手，体操选手，体操选手。体操选手。妈！体操有正转弯的下下下下功夫。哦，仰卧起床，妈起床啊！不要，哎呀，这样也会中？这是八二对决吗？哎、欸，谁按到？按到了，按到了，按到。跳刀哎、欸！你要刀啊！我这跳有够高的，阿斌你要输了耶！我这。看这角色有够废的，这在这干嘛、啊？超废！你在打格斗游戏，你在那做体操？哦！人形蜈蚣，人形蜈蚣，干嘛、啊？我们死定了！我妈，我死定了！干嘛？后面没有伤害嘛？这个大绝招，切什么关系？好烂哦！哦哟哦！的不能按到那个 X 出口的那个，往下压那个哦 L3，我转十字比较，我机会欢迎了，他跳起来来操，不对，哇，好强，好强，我不理，强强强，强强强强强，啊，哇，下段滑梯啊。像这个体操的啊！哇，这个能不能连线对战？好像不行哦。哦，看这姿势有够丑的啊！哦哦哦哦！可是不会很痛啊！呀，错！赶快出去，赶快出去！喂，也只要。我操！我操！我靠！定好强哦！定也太强了吧！我不理你，我要做体操。发气功，发气功，跳步。不要作业啊！对空，气功有没有短的？这好像是哦，还空中可以挡，空中可以挡。哇，那没影子哎！哇，干嘛？干嘛？哦，看我的命太瞎了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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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有才，日本人真的有病。下下绝招，地方哦，吓死我了！我来了，对吧？啊，刚刚我的妈！我真的跳很高，有理啊！飞鸟，你就很喜欢穿内裤的。他每次都穿内裤，每次都穿内裤。哦，哦，我来了。哇嘿，哈嘿。
不要做体操了。哎，你在集气哦？要做体操会集气耶？你看他蜡烛一直多。我要做气啊！我是在欧比啊！搞我要！我这会赢的，我不用过去了。我等他要。啊，满了满了满了！我这没有判定，我下方没有受体，上方没有受体判定，好满了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！大绝招被打掉，我完全还扣一格半。哦！啊！哎，不错不错，有机会。啊！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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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痛是痛。看着这是怪怪的。哦，你真的就是就很强的极限球啊！他在那边健身的时候就是在极限啊！哎呦！好没好没，开始了开始了。安达安达，我上不去。叶子撑住，叶子撑住，痒痒的痒痒的。好。哦。手太短，这是手太短。不要，喂。点他点他，叶子不要不要过来，我翻翻。不要。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他还没来得及。你都快，你都快死了，还要做底操。游戏真的有够智障的，不是他按什么招式在做体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要做体操，按什么招式在做体操，我按个轻铁在做体操。好啦，哎，我笑得好累哦，哎，那我们下一款来得及吗？时间上也有点，哦，也来不及了。是，还是你们要先？没有啊，时间也刚好十五分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原本还要继续玩，其实最近在公测的那个荣耀战魂啊，不过因为账号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啊，今天很可惜没办法。我们下一次，其实下一次就公测了，应该就正式上了。下礼拜是正式。下礼拜是正式上。十四号的时候。对，那你们会玩吗？他蛮会玩的，荣耀战魂会玩。你会不会？我会玩嘞。可以玩，你们要一台就算了啦，一台就算了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。那就是，不是啊，我就要问说之后有没有机会大家一起玩。这难度其实你是会玩还是很会玩？我有玩过，你这样讲的话，那个其实难度蛮高的，因为你要去看对方的那个操作，那操作很麻烦。我这样讲好了，那个游戏我自己在玩的，一开始在玩的时候，我觉得一个打一个不是问题。但那个游戏是没有办法一打多的，他看起来不像无双一样，一个可以两个人来敲你，你就死定了。你不可能跟他单挑的。对，但我上网看有人很厉害，一打二，一打二我相信，一打三呢？一打三当然不行啊！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困难点在哪里？那个游戏就是你有玩过吗？我玩一下。他要挡的时候，你要一直选方向。三个方向一定要挡，要有三个方向挡，上下上左右嘛，对不对？那两个人哪里你可能看攻击还可以去赶快去选择去防御，因为那个就是挡掉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而且你重点是啊，你的防御是靠你的武器去防御的。对啊，啊你挡了。啊，你要说吗？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要攻击他，我想要靠他右段，可是他已经要出左段的攻击，你是要把你的武器摆在左边，手要收回来，对不 对, 對？那你会挡完那个攻击，然后你想要去攻击他之后，又被有人要打你，又怎么办？你要去挡那个攻击，哎呀，挡那个攻击，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攻击他，三个人打你的时候你就没得打了。我是那个时候试玩的时候，觉得这游戏多那个什么，只要打多打少都很有力，多就是多打少。两个人去打一个啊，三个打两个啊，那都很有。但这合理啊，就本来就很符合。事实上就是这样，现实这样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关羽赵云，一个人打八个，这好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准备好你的 PS4。我有一打真那么厉害，太厉害了吧？跟你的 PC 啊，好，那就是我们下一趴的一样是观众挑战赛。那我们这一次一样会开两个账号吗？一直跑，因为有些人两个那个手速够快，应该有办法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广告之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你又一直转是怎样？